福伦打开机会，福伦让我们齐聚一堂，一起为自己与身边的人带来改变的契机。我们要好好慎选新舍友，而因为他是我们 永久的朋友，我们终身的朋友。我们不要为了增加舍来舍，也不要为了舍来增加舍友来，我们随便找舍友。这是最重要，让我们福伦社永续经营。希望你们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要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加入这个福伦的大家庭。KP Cindy 在 ，KP Sherry 在，幸福九福卫星福伦社在。我们也是从卫星社起来的，而且还是第一个由卫星社转型成功的福伦社，所以我们对卫星社呢是特别的有感情啊。6月20号 ，H 一样，他告诉我希望我能够接下成立卫星社。我相信 H 一样一直跟我说 ，Cindy， 你不用担心。我们都会帮你，只要我真心诚意邀请愿意跟我一起做公益的伙伴。各位福伦先进领导人能够多给我们卫星社指导鼓励，从各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发挥每一个人的爱心，成为强大的影响力，秉持福伦精神，带给社会向上的力量。今天他们要嫁给福伦社，来请我们的先进用的